可以见到更多的明星。那可以找我做伴吗？满足的条件就是必须得是我发小。你问我这问题就是有点年轻人不讲武德。我不太知道是说那些吃播的人吗，还是什么别为了打工。我想做个干饭人。欢迎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邓伦，这是我的新墙头，从今天开始就让我做你的专属墙头吧。邓伦电影片单里看过次数最多的一部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。邓伦看见过关于外貌最不可思议的评价是：我的外貌呢，都挺好的，都挺不可思议的。有一说一，赵又廷是我合作过的男演员中最会演戏的。是啊，苦恼。作为新一代干饭人，邓伦吃火锅一定要点的三道菜是牛肉、土豆、宽粉。那你对这本书有一些自己的了解吗？因为我们看的是两部的剧本，比如说《清雅集》中它会有一个明显的一种变化和成长，博雅从小到大的一个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，其实这一点是最吸引我的。我会对比较有变化和成长的角色会比较感兴趣。如果有一天发现自己换成了赵又廷的脸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区别不大吧。对，没什么区别。自己在密室里落单时内心 OS 是什么？但我已经有很熟悉的解决办法了啊，闭眼蹲下啊，对，一动不动。还有，为什么要跟邓伦在这儿啊？我跟我在这儿，咱俩在一起。你刚醒来发现自己变成欧式平行大双眼皮，第一反应是？整回单眼皮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习惯了。最近哪一时刻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卑微打工人呢？卑微倒还好，但打工人不一定要卑微吧。如果非得要说卑微的话，那就是可能之前拍《清雅集》的时候吧，不能吃饭，不能喝水，每天要健身，卑微的打工。请说出和邓伦当朋友最令人羡慕的三件事。可以见到更多的明星，可以找我做伴了。最大的一个就是能和我做朋友啊，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了。想问一下，找你当伴郎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？满足的条件就是必须得是我发小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就是那个什么不按套路出牌的意思吧？造句啊，你问我这问题就有点年轻人不讲武德。好自为之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迪士尼在逃公主，反正这意思就是夸一人好看吧，大概那意思。我的外貌是吧，都挺好的，都挺不可思议的。你就是迪士尼的在逃公主 ，AKA 什么意思？就是大家好，我是邓伦 ，AKA 伦伦。干饭人啊，打工人和什么尾款人我都比较知道大概，但这个干饭人我不太知道是说那些吃播的人吗，还是什么？干饭人吃饭的时候很积极很狂野，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。明白了，干饭人，我想做个干饭人。